法，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主意。素食好主意，美味有创意，各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素食好主意。现代的女性注重保养，总是会为吃很多保健食品，或者是其他美容的用品，甚至还会去找医美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要变美丽就从改变体质，简单的吃素做起。吃素不只是养颜美容，还会让你的皮肤自然的光滑，这样安定情绪让身体充满了活力。回到家后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只要利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蔬菜，就能变出美味的素食料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精彩节目。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第一道美食是什么呢？叫做淮山栗子粥。这个很棒哦。我们首先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下面的食材有哪些，请看这里。这个就是淮山。台湾为恭喜山药啦，就是这个。其实用什么牌的，这个是进口山药，也有的是本地山药，都可以，你爱用什么样都可以。再看看红掌。然后那个青豆仁。这个是糙米。糙米呢，我们今天又放了一碗糙米饭，因为这样比较快你要用白米也可以，看你自己需要什么你就用什么。然后在这里栗子，这个栗子呢也是煮熟的栗子，然后一块姜，这样一块姜片就可以。再看这里香菇粉，那这个呢是九珍九菜的盐，非常棒。那这些东西就可以煮一道非常好的淮山栗子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请到我的好搭档，也就是我美食达人张师兄。阿弥陀佛，来我们示范这一道菜的做法。我们所有的电视机的菩萨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很开心要介绍一道很健康而且很好做的淮山栗子粥。对，师姐刚才讲淮山有什么功能？请讲。其实大家不知道淮山，因为它有丰富的什么胶质啊，对这个肠胃啦，对胃嘛，肠胃补胃气都非常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就找一些对的食物来吃就会健康。那山药很多种，有这个日本山药，有台湾的山药，都可以，我干嘛都可以的，都可以啊。但日本就比较贵一点点。有啦，咱爱台湾，咱就吃台湾山药较好的啦，不一定一定要进口的。好，来，请示范。好，很简单。山药我们就看你要切什么形状。今天我们喜欢切什么形状？我想都丁嘛，丁好了，我们就切丁。好，丁就丁嘛，好。丁，那我们先切片。这山药很新鲜切起来都有声音哦，哈，袂歹哦。较早人拢唔知影讲食着要拣食物，都没有说这食物吃的怎么样，对人体有什么健康，都没有考虑到这一些，只有说我爱食啥，大家拢煮啥，对，这样对哈，所以都没有改变饮食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哈，尤其素食哈，更应该挑选饮食。当然。为什么有一些人说生病了以后咱是不是吃什么款饮食比较好？所以都是吃，真的是有机的，有这些的都很棒。那我们弄一点姜，姜片。你淋的姜片要烤皮还是不烤皮？我是根本没烤。对，我也是这样。只有前提的。皮有它皮的好处。皮的好处。对。切的时候可以切薄一点点，没有关系。但我觉得连姜一起吃。对，好，让人没有什么感觉到你很大的姜片在里面。就可以开火。你看这么简单。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少油
而且又很每一样都很健康的食材。其实你看我们中间还放一点那个红枣、其实红枣在饮食里面里煮其实可以加一点点，不然煮汤炒菜，其实红枣它对补气在中原那是非常引气的一个补中益气的东西哈，所以我觉得南宫现在食疗来讲透过食物哈，其实大家加的对加的好哈，你就会健康。对，啊那后边加的慢，你就不健康。对，啊这种哈都是平常一点点哈，一点点累积出来的啦，因为你这吃久的累积的就这样嘛哈。我们加一点点那个油，橄榄油。橄榄油。OK。再来爆香，爆姜片啊，姜片大一点，对，那我们今天用这个换好了哈，比较快，不要用米哈。你哪边较搞刚那种啊，慢慢用那个哈。家己在买厝做，你才用米哈，可以用米慢慢的去熬去炖，那就更好。哎呦，用换的话，换做起来较袂有迄个粘稠性啊，哈，较袂有粘稠性。啊，你若讲啊，有人讲熬要好食。你转糙米较歹食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一些糙米，一些白米，好安住起来，佮有一点点啊粘稠性。当然，白米哈，我们是就是慢慢调做，就是饮食哈，爱吃那个食物的对原型或是它的原味的。对对，其实人哈最奇怪，为了要喝这健康的哈，他就要牺牲很多健康。你看喽，对呀，白米哈，其实早期那个配糙米哈，去掉那个糠的对吧？糠的那个末哈，它来避胚芽。啊，配在去掉它最营养，要有植物生化素的那个点，最健康的，就变成白米。对啊，你就怕剩了，全部的米干拢。啊，白米还会加了哈。啊，对啊，冬梅是还会加。来，红枣型的哈，荔枝啊，弄个菜啦，这应该弄爱了滚下锅嘛，好了，弄来去啦。好，来。来小炒一下下就好了。对，这个不用炒很多啊，这个米不用，我们今天用的是饭，好，因为咱时间也无够，所以咱两崩。好来，如果你喜欢吃这个，有一种薏仁也不错哦。好，薏仁也可以加一些薏仁，嘿，都给这样子哈。哎，阿珍，好嘞，好，这先要水高汤，阿珍那无除了无高汤嘞，好来用简单用咱的迄个调味就会使啊嘛，哈。差不多好阴鬼哈，因为大家还要焖一下，因为红枣啦，这红枣你哪边可以较紧的哈，我们等下你要给它留着，回那个味道哈。啊，你有没有够功夫过来气质？哎，较袂讲有细汉囡仔食着唔到哈，加着是安怎哈？最好是哪是讲有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哈，最好是气质，好气质的话比较安全。当然，哦，所以这个颜色还有它的整个就慢慢的让它炖，对，一下。啊，你两个用青米落去炖起来，哦，真足赞的啦，真是足赞的啦。啊，是盐巴晒灼亮了哈。哎，哎，蛮莫收咸啦哈。有人有时讲啊，我想要搁配几下菜，无食菜，感觉足奇怪哈。所以讲要咸，我们常常讲，我们教的素食都不说什么几瓢几十，咱能讲啊，你家己爱食咸，你就慢慢啊加。啊，是讲你爱加食甜，你慢慢啊加。因为你讲讲几瓢，你有时每个量不一样，做起袂准呐，哈。哎，所以自己适量的去加，哈。哦，加赞，哎哎呀，旁边拢出来了呢。很棒很棒，香味都已经出来了。水哈，再缩起来这样。那如果说其实薏仁，其实在薏仁跟哈，薏仁呐，腰果都可以加进来，对对对，嘿嘿。偶尔你可以换一下食材，做法很简单哈，就是透过很简单的料理，对，有红枣啊，有这些山药，对对，那个让它入味，对入味。那山药是对肠胃，对妇女，我觉得用妇女朋友非常好，补中益气。那我们其实在家里要用的这些调味料，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，就是就是我们做菜的，不管是爸爸做是妈妈做哈，你选择的这个健康的元素就很重要。比如说油，我们建议哈，就尽量不要用沙拉油，因为沙拉油它的冒烟点很低，对，调味的爆火多几烹饪大概都会超过了，对的，对。所以我们尽量能够比较，如果正在用到烹饪的部分，用比较耐高温的油，比如说像橄榄油大概180度了，耐热度适合低温烹调或者是中温，不要超过，对对对。那还有一个
棕榈油，算它大概200多度也不错，椰子油这个都还不错，嘿。所以呢，芥花油也可以，大概都大概200上下。所以我听说啊，张师兄啊，在推动素食都是用好的油，好的健康的，而且好的那个盐，哦，真的是非常水洗。应该的，哎，好了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好，你看收拾起来了啊，好，来，让我们起锅来。好，整个就放在里面哈，来，来。OK 了，我加一些些水，我感觉像，安尼好，安尼都可以，一碗无啥有够哦。慢点。哦，真香啊，真香啊，大家看嘛哈。就是那个味道出来了，然后红枣跟这个米粒哈，那种在里面哈。对对对，哇，这很棒哈。所以煮菜可以很开心的做菜，新疆拿来喝哈。做出的轻松。哎，对对对对。阿公，迄古早人流出来拢足有道理的呢。伊讲啊，心情啦歹，啊做出的凊彩，啊擦擦面，哦，然后凊彩不完了，这不行。我们做事要做对的事，要做好事。对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道淮山栗子粥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请大家有空的话，可以在家里做做看。淮山栗子粥，食材淮山、红枣、青豆仁、糙米、栗子、老姜，调味料盐、香菇粉。做法一：将糙米洗净，淮山切块，栗子去核，红枣洗净。二：加入适量高汤煮成粥。三：加入调味料即可食用。哎，接下来呢，要为各位观众示范的这一道菜叫做蜜汁龟苓膏。好，来，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食材有哪些呢？这个，好，这个就是龟苓膏粉，这个是素的，都是那个中药店就有的买得到的东西。好，好，在这里，好，在这边水果，啊，这个是苹果，这个是哈密瓜。好，那在这边是啊那个坚果碎，坚果压碎来，什么坚果都可以，看看你这样用什么都可以。啊，这个是蜜汁，哦，有这些综合起来就可以做一个很棒的甜点。它的食材就这些。哎，紧接着呢，我们仍然邀请到我们的张师兄。大家好，哎，大家好，哎，今天还是为我们介绍这一道菜呢。是的，所有我们电视的所有菩萨阿弥陀佛，今天要为大家来示范一个。叫甜品的叫对呀，蜜汁龟苓膏哦，蜜汁龟苓膏。那龟苓膏不是那个，不是我们是素食的。其实我们弄什么代替龟，可能就是像何首乌啦、当归啦，还有人参来代替。哎，我来代替那个原来荤食的龟苓膏。对对对对，有素食也不一样的呈现。那冬天性这种来讲是对免疫系统是非常好的。啊，这个看起来比那个真的荤的龟苓膏还好。天然的，打开进来哦。好，来，这个在市面上应该都可以买得到那个素食的龟苓膏。好，这个这里大概应该是80克。好，80克呢，先弄那个400cc 的水哈，先给它拌匀，像那勾芡的一种台北粉感快嘛。啊，来拌冷水是吧？冷水哦，小水都给它顶起啊。说，哎，这上要紧，爱讲讲会清楚哈。用冷水先给拌。不能加滑哈，不能加滑。哎哎。冷水先来拌，让伊散就对了。哦，啊，然后啊，这比例，这一定要比例，这无比例袂使。80克的素食的龟苓膏加400cc 的水。400，啊，这先来用伊散，是不是？好，请你拿迄个赶快啦，拿迄个太白了咧哈，啊，不能有热。好好，所以这个冬天小孩子啊。卖我白食啦，食健康诶，好，食材就好。安尼好，红姐上好。
对啊，两个都看不会，对眼睛看不会。哎，阿妈刚食布丁嘞，哈。哎，当然当然。当然，食布丁过会当健康。对对。大家拢希望讲咱的后代身体健康，爱食健康的物件，对不对？让我们政府的资源就可以省了，健保费大家不用。哎，无健保根本无。还有我们国人哈。对啊，这帮叫咩吼，经营也无够用啊，所以咱爱吼，会当欠的，咱有责任，对不对？好，咱做健康食，好，食材。啊，那个拉沙哈，哎对，哎，拉沙了，安尼开始要加煮哈，这个比的较简单哈，这是5000cc 的水，5000cc，但在家里应该不用弄那么多了，你可以弄一半啊，弄二分之，弄三分之一，就自己抓，好像比例是这样子的。对对对。啊，香棍对不对？香棍。啊，要落。慢慢啦，慢慢啦，是咧看惊咧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这里面一定有丰富的所谓的一个胶质，还有其他这个植物胶在里面的。所以待会哈，拉料哈，然后到底那容器电管呢？嗯。它冷掉就成那个形状。哦，这样子哈。哦，这我觉得说真的哈，我们这个社会非常的温暖，有像张总这种人哈，张师兄这种人，他大力的推动素食，而且他对素食的食材的认识是在动哈，我很惭愧，没有，还没有，真的真的。他来时阵哈，你无一日得来哈。哈，做一个那个哈，刚一个做一个过安尼袂使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，大家看清楚，慢慢啊拉，啊慢慢啊就安尼龙头的那龙头。对啊，慢工出细活。嗯，这样。所以真的，哦，这都走起来，你买哎，这按走起来，看看冷冷藏的话，天大概15天都没关系的。15天都没关系，但是你若讲啊，像你讲咱家咧顶头要个摆设一寡水果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摆设一寡水果的时阵。水果放下侪讲就无好嘛。哦，不是，你说哦，那唔同。水果是差不多要用就较肯定。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讲光抢无，大家水果就要扛了哇，等十几工啊，那些就讲拢去扫袂晒。所以搅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均匀的哈，慢慢搅。慢慢啊搅，慢慢啊搅，慢慢啊。对对对。不能急哈。哎，这很棒。啊，如果在搅的时候念一下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哦，把佛法融入在食物里面，这个。能量会更好。那当然，我记得我以前哈开那个素食餐厅的时候，两个厨师做样做的菜出来都是同样的做那一样的菜哦。但是一个厨师就是他有学佛的哈，学得很好。他说他每炒一次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哦。结果两盘旁边的人去吃，唔知咧，迄人家讲，嗯，这盘吃起就无同款。哦，我就还是人家跟我讲了，讲哦，你们这一盘跟这一盘一定是不同人做的。人做的。讲阿弟那在，伊讲无赶快，他有感受到那不一样。啊，这个哈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你平常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边念佛，啊，一边做哈。啊，有一个书也不错，叫《天下水之道》，天下的是水之道。天下的两杯的水，两杯的水，一样的环境，一样的水质哦。一杯跟他。讲好的哦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水啦！啊、哦，哎，涨了它就变。然后一边讲哦，你是世界上最淡最差的水，哎，一个礼拜后那个结晶。结晶，这个是科学实验哦。这有可能，哦，这个在我们听法的时候，那时候金空法师也说过，他说真的那个结晶体完全不一样。用你那浸花啦、浸草啦，你那达刚刚浇花浇水的时候，你嘛拢该讲好话哈，跟他说佛法，也会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已经好的要让它成型。好啊，阿金妈，好好好，我等注意哦，金妈好拿那个，哎，修的时候要倒入你需要的容器哦，内里的结果完了，好，那就可以啊。所以你一定袂使浸花的，浸花就砍掉。我就是现在已经拉掉，拉掉，关火，会，哎，啊，你得要紧砍，无你等一下哈，等一下都顶壳壳一个底下，你就麻烦啦哈。菜，啊，菜也，菜嘛是可以啊。对啦，哎，生炒，哎，啊，现在切切的嘛是可以的。啊，这哈，哎，伊讲安尼，我想着就我代志哈。哦，你安尼讲的是这种修心炒，啊，你讲嘿，什么土豆，什么啥，你想要吃什么？也不错。哎，坚果该炖了，给个拉拉个，哎，看嘛是够。这个比修心炒更营养，够看好。来，这冬菇啦，所以我说，生根何首乌啊？
所以我说做素食哈，也就像我们学，我常常讲像学那个数字一样哈，数学一样，零到九只有十个字，十个号码，但是这一些的话可以千变万化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今天做一行，也是延伸我这行，自己去想。嗯。好、哦，我想哦，这实在是会使做太侪行的啦，对不对？哈、yeah. 啊，这按一点，坑哦，坑我练起啊！哈、啊，这是示范，啊，这这都开了，还袂练，啊，这练的哈，咱起码得要来用。咱起码电管要来洗啊，给去。电管我们就要让它装饰一些，哎、嗯，不一样的东西。但这个变化很多，你要弄水果，哎，对，弄红豆、绿豆，都可以的。实在是讲举一反三，哎，所以咱吼干不是干一种哦。刚好，那我们这边示范一种，其实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思维去，哈、哦，去举一反三。对，没有错。哦，按出来，结果有多少？哦，那个五两。五两真的是五两，所以说五两是什么？其实是就拍该谁。哈、哦，要多少的五两？大家拢拍。拍供，我们不用去皮的，好吧？这个皮可以吃。哎，这个是有机的苹果哈、啊。啊，你自己要去皮不去皮？你要用什么？嘿，啊，你要用什么水果？嘿，拢是你自己去决定嘛。水果啦，哎，你要配颜色，啦嗯，都可以哈。哎、啊，很棒哈、啊。哦，你不会这些苹果蘸哦，蜜苹果、嗯，你看里面还有一个。看起来有一个糖的那种，啊，对对对，非常好，这个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哈。应该是拉拉山的，有点产地的，改研究过这样好，你看。好，我们就切小丁好了哈。哎，好。切小丁。好，切小丁哈。哎，切好了。啊，你也为了颜色给错开哈，你就可以用红黄绿啊，你跟好凤梨啦什么哈，什么都可以哈。你把它颜色错开，你这一盘做起来更美。对，好，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非常棒啊！所以其实，在素食料理变化蛮多的哈、嗯，可以按照自己喜欢，对对对，家人喜欢吃的，哎，的水果来调配就可以了哈。旁边这是哈密瓜，哎，哈密瓜。我觉得凤梨不错，凤梨酵素非常的高。哦，那当然，凤梨酵素是最好像是最高的，还是什么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凤梨其实凤梨的香味也很特殊哈。好。这样子哈，啊，那是在讲着，然后过另外一个哈，奇异果的颜色不快顺哈，颜色弄出来，啊，其实要用什么你自己想啦。有人都很慢，还没上来嘞，还没上，还没上来啦，我怕，连半拉都上来，没福气的对吧？哈，不过没关系啦，没玩到其他。哎，咱讲讲，让人了解就好了哈。好，再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记得帮我拿这个。好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容器去装它。来，看一下哦。来哦，我们接着把新的容器拿出来。来，好，我们要把这个已经做好的、冷掉了、做好的放到这个另外一个容器里面哈。你可以好好倒，慢慢倒。哦，安尼哦，我给加工一下就对了哈。你也可以扣得到，来，扣得到比较需要功夫、比较漂亮一点。啊，你不要按个砍的呀，按那个好啊。哎，我哎，毛这些，姐姐有学过。姐姐，本来我就跟你做会久嘛，怎样嘛，然后一点慢慢加。那我们就开始加到里面的，里面哈，我们再加一点点。哦哦，按那个较水嘞。哎，按那个水点。哎，较水嘞。我见啦，哎。家己的吼，家己要吃的，我紧。啊，但是咱嘛希望讲，啊，让人了解讲，哦，怎么样会更好，对不对？哈，来，那你可以请这个家人的小朋友弄几颗。哦，来。然后我们把它加一加哈。好 ，OK， 那然后。你给它 Q 起来。哎，然后再把那个。好，最后我们就要淋上。哎，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蜂蜜。蜂蜜。哦，这都好吃哦，看了就真好吃。那蜂蜜，因为桂林高一弯来的是无什么味道，没什么味道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弄最天然的这个蜂蜜，好跟它淋上去。好，哦，这绝对好吃的哈。好，大概一匙哈、嗯，按照自己喜欢的。看爱食较甜，还是哈，还是较无甜哈，拢会使看你家己啦哈。喜欢哈。哎，对对对对。OK。哦。绝对好吃的啦，看了就最想要吃的。而且这个很滋补哦，而且很棒，你看，哎，对，很棒，因为这个蜂蜜。那有人会说啊，如果加一点点那种什么奶油球好不好？我说尽量不要，
因为奶油球的制作它要轻化，有很多 不一定健康，正经不一定 有牛奶去做的呢、听说很多的奶油球啊都是里面是没有牛奶的。我好像也听过这么说了，确实没有错。啊，咱知影，咱看得到蜂蜜的哈，这、看得到咱用上好的食材。啊，再来加一点点的那个坚果碎。坚果碎，那个吃起来更有点口感。哦，赞赞赞！哦，要看看怎样。啊，你呐，刚要吃较济，你得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嘛无一定爱什么坚果，你家己爱用什么坚果，你得用什么坚果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给几些。腰果啦，嘿，这是新的礼品，好好。啊，腰果啦，哈，下面果坚果都可以了，再过来可以这样。OK， 好，好，这个都好了，你跟人家了、okay. 哈。大人小孩都喜欢，老人家，对对，小朋友，哎，那我们年轻的同学也不错，哎，对、okay. 啊，很简单，就完成这一道。来，好，我们这一道哈，蜜汁龟苓膏哈。啊，已经完成了，谢谢我们的张师兄，感恩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各位菩萨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最后让我们来重点回顾一下吧。蜜汁龟苓膏，食材龟苓膏粉、水果、坚果碎、蜂蜜。做法一。将龟苓膏粉放入锅中，加水边煮边搅拌，煮开变成糊状后熄火。二，将煮好的龟苓膏倒入容器中，冷却后放入冰箱。三，食用时淋上蜂蜜即可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88佛弘明宝忏小蒙山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，日期12月17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。岁末总回向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祈福消灾超荐法会，恭送金光明最圣王经，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暨佛前大供，恭请常住法师主法，日期1月1日星期日到1月2日星期一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前生轻视正法，今生身材短小。哎，师爷说啥鸟法？我说的都比他好。师父，这不好吧？身材真短小。
救生命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《般若讲》。